12月，每周日晚间9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5部强档电影，陪您共度愉快周末夜，重回人生最璀璨的那一刻。这样，你认出来了吗？沈恩静、卢文熙，回到20岁，失去所有的人生，他要重新站上巅峰。从今以后，我只要其他人尊敬我。李明基，成王之路。恐怖大师清水虫战力巨作，那个汤米会操控死去孩子的灵魂。龙泽秀明，死小孩。凌晨3点，阴阳相连，又名如影随形。要不是我亲眼目睹，怎么会拍到他淫乱的画面？亲眼吗？鬼三惊三，演习辨识战，他要如何突破重围，逃出升天？不要再过来了！吴京，战狼。12月，每周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，周日电影院。